怎么回事？车有毛病，就是完了就停车了。在这就停的就这个位置是吧？停过这个位置。这警告标志什么时候设的？警告标志后边那三小孩刚下来就是他一过来就设了。撞之前设的还是撞之后设的？不是以后设的。我要说我说我肚子啪啪都尖，我实在扛不了，这里我坏肚子，我早就给我放慢一下了，完了这走不远了，我说得我这那个用户我就拉裤子怎么办，他就同意啊，后边车就扫我这边，要不然我提裤当中就把手崩了，屁股蛋那也是